担任市长恩威体担任主祭官，向安平开台天后宫天上圣庙就香献花。中秋点睛开始，随后提起朱砂笔，空开光镜，由市长兼议员贵宾替十二只龙船来点龙安，祈求庇佑龙舟赛圆满成功。啊，龙舟当然过去有历史的典故，啊嘛文化传承的意义，所以呢。咱这个龙舟的比赛伫啊，古都台南吼、哦、来讲是已经传承足侪冬啊，而且今年是台南四百，特别有足大的意义。今年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有97支队伍，2120位选手参赛，为29号开始展开赛前的训练。龙舟是一个健康的水上活动，一方面有文化传承的意义。那台南是个台湾最早的历史古都，因此呢，我们的龙舟赛的传承以及比赛每年都举办。我们希望大会哈、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平平安安，在公平的这个竞争底下能够脱颖而出。6月6号开幕当天，将安排大约40分钟的花布表演，营造水火同源、保护台南的意象。现场也有美食、龙舌扇等摊位。欢迎大家端午连假期间来台南佚佗看比赛。咱新闻说法，彩虹报道。